本人是基于善意的出发点，希望廖远尽快走出车祸的阴霾，回归正常的生活。于是商请廖远还有他的母亲哦到分局沟通哦，是否愿意来做和解哦。那最后哦仍然尊重哦廖远哦走法律途径的方式来解决。家属是透过中间人开出新台币120万元的道义补偿的责任了、啊、哈。那本人是基于善意的出发点，希望廖远尽快走出车祸的阴霾，回归正常的生活。于是商请廖远还有他的母亲哈、哦、到分局沟通哦，是否愿意来做和解哈、哦？那期间本人也考量到哦，廖远是因公来执行公务而肇事哦，所以提到哦，那个本案会向哦这个警友来募款，来协助那个廖远来解决哦那个本次的哦那个事情哈、哦。那最后哦仍然尊重哦廖远哦走法律途径的方式来解决。那有关我们彼此之间的认知有所落差哈、哦，在此哦表达哦遗憾之意。对以宗教因果轮回的观念来宽慰廖远的所发生的交通憾事哈、哦，本人私力欠重哈、哦，造成廖远还有他父母的不舒服哦，在这边表示歉意哈、哦。